代的曲谱能追溯到两晋、汉唐和宋元，许多曲谱原封不动地遗留下来，非常完整。也可以诠释一个文明的断层。正宗南音产生在盛世，是有衔接层的艺术，古称丝竹弦管雅士之乐。从音乐中可以感到那种美酒佳人后庭院，诗咏弦乐争流连的景象。一首古诗引导，罗绮柳腰管弦鸣，和声难取相逢许，独留寒宵气度雨，一夕人间胜清虚。泉州因为有了南音这一古老的地方曲种，而被称作中国音乐的博物馆。南音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发展于汉唐，历史悠久，遗产丰厚。今天看来，南音只是被作为地方曲种被保存下来了，这个地方曲种又为什么被称作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呢？泉州的艺人世代流传着一个传说，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山里人，有一天在茫茫大海上发现一叶孤舟，只能听到船上传来渺渺的仙乐，那乐曲摄人魂魄。山里人随音乐跳海中，看见船头上立着一位仙人，带领着一群仙女和雅士，弹奏的弦管飘然而来。于是这里变成了歌舞之乡。这个故事讲述了南音流落的过程。福建闽南的人口大多来自中原，自西晋大量贵族南渡以来，中原历经战乱，造成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。南迁的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偏安一角，南音就是保留下来的中原文化的一部分。
中原的古月落户在泉州，扎根在这块古老的土地里，一代又一代。可以让多思的哲人写本厚厚